梅然，你这……你这全新的姿势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好歹我也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你这让我出门不是猫腰就是抬脚的，上个茅房我都得金鸡独立。谁要你多管闲事？管完闲事之后，你掉头就跑，然后死在某个别人不知道的犄角旮旯里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，特别为自己感动？这你干的好事儿啊！此锁呢，名叫天门锁，钥匙分为两层，第一层是锁盖，要按特定的方式才能把锁盖打开。要打开锁盖后呢，才能露出第二层的钥匙孔。所以呢，别说区区一个千岁幽了，就算一边锁着李征，一边锁着殷文兰，只要他们不知道解法，他俩也休想挣脱开。多谢夫人。不客气。这霓裳夫人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侠的神龟没有落户在我脸上，在下就已经感激涕零了。你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，胜在识相。梅然，你这……
你这全新的姿势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好歹我也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你这让我出门不是猫腰就是抬脚的，我上个茅房我都得经济独立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这踢毽子的动作，是不是也太猥琐了？哎呀，要怪就要去怪李胜。嗯？别告诉别人啊。苏娜。锁这踏板上肯定不行，这么个踏板根本就控不住他。那跟你锁一块儿啊？不行，他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不方便。就是不方便。锁脚上。嗯。那只。完美。一会儿没注意，他就把锁的另一端扣你手腕上，要不然我就直接拴你脖子上。你也不必踢毽子了，肯想就可以了。行，真是长本事了啊。哎，是老怀胜位啊。我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被你追了一天了，米水未进呢。行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老板，以后谢公子的饭菜都越清淡越好，全部都要冷的，一点热气都别冒。姑娘，这天儿是热，但这饭菜凉了，这味道不就差了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。嗯。